录了。哦，我就这样就来了，所以在 Enter 不必，不必，就录了。这边三，那我现在怎么办？你可以，你要讲话，然后我然后做步骤，就步骤，然后如果说都讲完了 ，FC 的暂停，要学就可以了。对，教学图片 ，FC 在哪里 ？FC 暂停了，这个暂停。再点魔术棒 ，PNG， 你把 capture 打开。点第二个 ，F11，PNG 底下，点选取翻转。好，然后呢？不是，然后再如果你要再开始的话，再按 F11。啊，那如果说我要看呢？你要停止。哎，停止啊 ！F10 停止。哎。你应该有在这里啊 ，F 十暂停了，我都有放在F 十一暂停了 ，F 十停止，然后呢，我要打开看呢 ，F 十按了吗？你刚有按呢，然后你就，你看它就在这边了，那我可以去看一下，对，看，哎，看你们说交错，这边是交 ，P N G 有没有说是交错？啊，这边确定，你就确定，确定什么东西？我只是听声音而已。开了吗？对，我只听声音而已。那我录简单声音。我按了，然后呢？片。那我现在讲话。存档。确定。回去听好了。回去讲啊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再另。再另出。大声一点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我。偷下部的原始。你要按停止啦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。五四三二一，存档，确定，关掉，关到下。有啊，我就有啊，在这有哎，我在这儿。五四三二一，又开。但要那你要对着那边讲。看看去背后的有没有。安静一点，这声音就大了。然后因为等一下，你先不要关。哦，我就这边。声音大一点。这边在 A 的不必。就录了，这边三，那我现在怎么办？你可以，你要讲话，然后我就步骤啊，就步骤，然后如果说都讲完了 ，FC 的暂停 ，FC 的教学 ，F 片 ，F 九在哪 ？FC 暂停了，这个暂停，哎，再点魔术棒 ，PNG， 把 F 九打开，点第二个 ，FC 一 PNG 底下，他不知道从这里。选取翻转，好，然后呢？然后再如果你要再开始的话，再按。啊，如果说我要看呢，你要停止。哎，停止。F10停止。哎，你应该有在这里啊。F10暂停了。F11暂停了。F10停止。然后呢？我要打开看呢。F10按了吗？你刚有按呢。然后你就，你看，它就在这边了。那我可以去看一下。对，看。哎，看你们说交错。这边是交。天机吗？交错。哦，确定，确定，确定。后。确定。你是 Photoshop 的。我只是听声音。开了吗？我只听声音。那我录。简单声音。我按了，然后呢？片。好，讲话。就存档。确定。回去听好了，你讲啊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再另出，大声一点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我抽下我的原始，你要按顺序啦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五四三二一，存档，确定。这要用大声下。有啊，有哎，我在这儿。四三二一，那你要对着那边讲。看看去背后的。安静一点，这声音就大了。关掉了。然后你又等一下，你先不要关。哦，我就这样。这声音大一点。所以在 A 的不必。不必。就录了。这边三。那我现在怎么办？可以，你要讲话，然后我讲步骤啊，就步骤，然后如果说都讲完了 ，FC 的暂停，要学就这样，就这里啊。我们一定每做一件东西，你现在要建立一个资料夹，好了以后你就把它送到一个专属位置去。哪里送到 YouTube 的？每做一件，你要不见得可以到 YouTube。现在建立一个资料夹，好了以后你就把它送到一个专属位置去。哪里送到 YouTube 的？你要不见得可以到 YouTube。现在建立一个资料夹，好了以后你就把它送到一个专属位置去。
好了以后再把它存。所以六不等于是你的一些被影片的备备份位置，有了吧？我不会练。我也不习惯录，还不习惯，真的不习惯。把这个刚刚你做的设备的一回生二回生那个去背啊讲出来，还要讲出来，还要去把它打开来。那个刚刚我们有打开来，怎么去讲它用魔术棒啊？怎么剪不掉？怎么弄出来？怎么做？对对对，做完它都自动存 WMV 啊。又那样子教我。